就是买酒的人，那个主要在那个五个多六个。当时那个大是拿笔要行啊。卖你太便宜了。喂。大师不太正了。哎呀，就看了，要我这妈妈本事都不害的呀。那不叫钱了，啊，你拜托老板了呀。哦，还给俺累死就俺就去。那么大度，该给他多少？他准备他不急，哎，你不给。不看了就看去了，嗯，不看就看，也厉害，不看都行。那是不是说不要来了？那就不要来，咱们给你供应啊。